是 TC Time Walk 的导览员 Sarah 王思云。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自己的城市自己说。好，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城市要自己说呢？然后我为什么要来当导览员呢？好，我们先来看一些旧照片。好，这里是大家看得出来是哪一栋建筑物吗？这边，你从火车站那边过来，经过绿川的时候，有看到类似的建筑物吗？好，可能你看到的呢是这一栋，就是这边是绿川，这张比较小张，抱歉。好，然后是我们民族路的那个桥，这以前的。就这边你现在看到的话是金宝山电子游戏场，然后看起来是很荒凉，可是呢，在30年前，大家30年前，中区是台中最富庶然后最繁荣的地方。你知道大概有几家百货公司吗？快要到10家，是8家的百货公司，然后就像是现在七期那边百货公司林立。然后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大圆柏是不是有鼎泰丰，对，很厉害的餐厅。好，这边刚刚你看到的那个金宝山电子游戏场，好，30年前，它是大大百货，然后他们最有名的就是上面的港式饮茶，叫做大大茶楼。好，这个人他是我妈妈，然后这个就是我，所以就是30年前的时候，就是很多家百货公司，然后可是大家现在从火车站那边走过来，可以想象吗？就是好像从火车站这边过来的时候，你觉得都是什么？空房。对，好。空房。啊，对对，但是。是刚刚讲的电子游戏场，对不对？还有一些像是废墟。好。所以这是30年前。好，我们再往前到日治时代。日治时期，大家想想看，或是看一下这张图片，虽然不是很清楚，可以猜猜看这是什么吗？桥吗？桥。好，是一座桥。然后这里看得到吗？是桥墩吗？就是抱歉，图不够清楚。这个是那个穿和服的女生嘛，因为这是日治时期。然后这个桥在哪里呢？就是在民权路上面的那个绿川的那个桥。就其实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就是绿川上面有好多条桥，然后可是到现在唯一从日治时期流传到现在还留着的，哦，好，这个是这个桥。大家知道这是哪个桥？漂亮吗？漂亮的说，就是对，是不是很美？对。好，可是大家有花时间去看一下吗？没有。就是如果照片这样照出来，你觉得漂亮，你会想要停下来再多看它几眼吗？会。这是中山绿桥，然后以前叫做兴盛桥，然后你看这上面的铁柱栏杆，这是它上面的花纹，然后你们能够看得出来这像是什么吗？对，林兰，对，好，我们来看它。其实你看得到，就是这边是不是有花，有5个？然后就像是，这是日本的铃兰花，对，好棒，好，等一下送你礼物。对，就其实它是做的非常的漂亮，很细致。你看，这个是日治时期的图片，然后。现在我们看到了我们每天走过的那个桥，那个都是原件，就是从1908年的时候，就是那些的铁，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冶铁的技术。然后，所以如果我们台湾还没有冶铁的技术，那这些铁要去哪里？要从哪里得到？从国外运进来。对，好，哪一国？日本。对，因为是日治时期嘛，对不对？好，有别的答案吗？从英国，就是它上面之前以前这是已经换掉，你现在就是等一下离开了的时候，可以就是再走过中山绿桥看一看，
就是它的这个已经是变成别的，但是以前是铁建的，就是这些铁柱的栏杆花纹，然后还有这个灯柱都是从英国进口，1908年从英国进口的，然后还有你看很漂亮的就是光影投射过来，就其实这些东西可能就是你在台中过了这么久可能都不会注意到，对，然后可是就是如果我们跟你讲的时候你可能就知道我们就是可以停下来，或者是你跟着我们的导览，然后你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着，然后看着，然后停下来，就是可以看到这些就是细节的地方。好，然后我刚刚为什么会讲这座桥呢？好，以前有桥嘛，啊，是日治时期。那你觉得他们日治时期的人都在哪里洗衣服？河里。对，在河边洗衣服。好。好，这边猜一下，这个是不是大概是这里是人啦？那你觉得他在做什么？对，就是日治时期的时候，就是很多妇女都在这边洗衣服。对不起，图片很小。好。啊，不过就这样嘛，啊，又怎样？好，可是就是我妈妈，就是她跟我讲说，以前我阿祖就是我爸爸的阿嬷，她有带她，因为以前我们老家在中正路，在这个民权路这边。也就是在这个桥这附近，然后呢就是我阿祖就会在这边洗衣服，然后他就是有挨着，就是台语嘛，就是有背着我阿爸，对啊，就是我妈妈这样跟我讲，然后我看到这幅画就会觉得很有画面，就是为什么要自己的城市自己说，因为就是只有透过你自己来讲述这件事情，然后经由你的回忆，然后还有你自己生活的经历，你才有办法就是打开来一个只有你自己才经历过的独特的时空，然后让大家有机会来参与，然后才能够跟你一起分享这一段很独特的只有你或者是只有你的家人你们的独特的台中的时空漫步。好，也是来一个掌声好不好，谢谢大家。好，那接下来换到是我时间，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TC Time Book 的导览员 Tony， 那我现在就读于就是中兴大学，对，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参加的是登山社，对，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关于台中山上藏着的秘密的故事。那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就是大家有登山的经验的时候，可以举个手让我知道吗？哦，好，非常好，好。那在等一下的，就是所有的问答里头啊，只要你们有举手有回答的，那我就会提供就是刚刚从美珍香买来热腾腾的台中最就是悠久的点心来作为奖品哦。好，所以鼓励大家就是好。那一开始我先要给大家三个字哦，看看大家猜不猜得出来是什么东西。三个字叫做爱涌现。还有我再说一遍哦，很重要，说要说三次，爱涌现，爱涌现。爱涌现，好。那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要拿出我的小道具来。好，那我现在会有三张牌子，我会一一秀出来哦。那你们看，猜猜看，如果你们觉得是这一个答案的，那你们就举手。好，第一个，爱涌现是什么呢？难道它是台湾的其中的县市吗？是连江县还是哪个就是外岛的某个县吗？好。第二个，爱涌线是什么呢？爱涌线，哎，它是一条什么线吗？还有最后我再统一问答哦，什么线吗？还有最后一张，难道爱涌线是一种情绪表达的方式吗？就是一种啊、哦，我的爱涌线出来，这样就是跟爱人表达情绪的方式。好，那来，我数到三，大家来抢答看是哪一个、哦。来，一、二、三，好，再一次哦，因为大家都很快，一、二、三。好，那这位小姐，请问你觉得是哪一个？第二个是吗？好，那没关系，我先把这个答案留到最后，不过有回答的我们就有奖品，那先给你个绿豆沙。好，那说到这个爱涌现啊，我就要从一个故事开始讲起来哦。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日俄战争，在距今100多年前以上，1906年的时候有，很好，这位观众回答我，所以我要再给他一个奖品，好，谢谢大家，所以鼓励大家会跟我互动。好，那在日俄战争的时候啊，相传为什么日本会打赢日俄战争，就是因为那时候在新竹的山上有个很有名叫狮头山的山上，有一个暗涌在夜色茫茫当中
看到远方的台湾海峡有一件船影船的灯光，他就说啊，难道这是俄军的波罗的海舰队吗？然后他就噔噔噔，然后去通报长官这样子。然后呢，长官就说：“难道波罗的海舰队出现了？”然后他们就好通报日本总部。所以啊，日本他们就出动他们的联合舰队，在日本的对马海峡成功拦截波罗的海舰队，这是其中一种说法。好，那这跟岸永信有什么关系呢？那我现在来跟大家讲一个故事。然后就是在大学在登山社的时候，我在往山上跑嘛，然后台中古关也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岸永，大家想一想，在山上，100多年前、200多年前的山上，有什么东西就是值得就是日本人啊，或是清朝人啊，或是荷兰的人去抢？我提示都放在这边喽，有什么东西在山上可以让就是日本人或是外来者想要去抢夺的？然后数到三喽，一二三，好，这位同学很快。快木是吗？非常好，好，那再给你一个，好，绿豆沙，那没关系，那我们再听看其他观众答好不好？我奖品准备非常多，所以不用担心。好，然后一二三哦，一三，啊，这位小哥，来，你叫什么？樟脑，樟脑非常好，好，那我们就送你一个樟脑，不是啊，杏仁饼。好，那好，我们再问最后一个，大家除了刚刚提到快木。樟脑还有什么东西是当时日本人要从台湾这边挖出去的？然后数到三哦，三。啊，这位小姐非常快。梅花鹿吗？梅花鹿啊，很好，就台湾的山上或是台中，在百年前的平地是有梅花鹿的，非常好。好，那送你一个柠檬塔。好，那来讲一下岸永线好了。岸永线其实它是一个军事设施，日本人的军事设施。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军事设施？大家想想看，当初在台湾山上，清朝人就觉得啊，那个原住民在山上出草啊，根本不要去靠近。为什么日本人要在山上设立军事设施？因为台湾的山上是有，就是这个是我去登山的时候捡到的鹿角，对，大家应该很少看过，就是那种鹿的角。如果大家有兴趣，大家可以来前面摸摸看，没关系。对，那这是鹿角。然后呢，像这种的话，就是这个就是。山猪的头骨，那像在传统的猎人，他们都会在自己的家屋前面吊挂这很多东西来宣示他们的就是勇武。对，那除了这种天然资源之外，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树木，还有茶叶、樟脑等等的。当时日本人为了在山上种植这些东西或者采集这些东西，所以他们要上山，但是原住民很凶啊，就会出草啊，所以他们必须要用一个东西把那些原住民隔离开来。好。大家有没有看过《侏罗纪公园》？那来，我问问题哦，在《侏罗纪公园》里头，他们是用什么东西来围住恐龙的？来哦，五四三，啊，这位后面那位小姐，电网，电网非常好，好，那就，这个信的就给你，没错，其实，在台湾的山区当中，当时日本人为了要就是阻隔原住民，他们会架设所谓的通电铁丝网。对，那他们就是用通电铁丝网把山上的某些部分围起来，让原住民不能去靠近，然后一靠近的话一律就射杀。对，但是根据之后统计资料，其实被电死的是动物比较多这样。对，其实原住民反而很少被电死这样。对，那我现在手上拿到的这个其实就是当时的通电设施，就是通电铁丝网，他们或是电话线，他们会要摆那种就是电线的导线，这个就是那时候的绝缘体架在山上的。对，那好，那除了通电铁丝网之后，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就是用来阻隔原住民的？来，我再来开放大家发问哈。我提示一下，在柬埔寨。如果你去柬埔寨玩，他们会就是小心说，不要跨越那个铁丝网栅栏，不然你会踩到什么东西，很危险哦。然后数到三，一、二、三。来，我们给后面那位先生。地雷，大家觉得地雷，台湾山上会有地雷吗？这台湾又变越南，又什么地方会有地雷吗？啊，大家觉得举手，觉得没有地雷的举手。没有地雷的，大家都觉得有。好，那其实台湾山上确实是有地雷的，对。那当时在就是像这颗，它是在新竹的那个
坚持五峰山那个国小后面挖出来的。那当时我想说，啊，这地雷还在，那我去摸爬个什么什么大坑就被炸死之类的啊？不会啊，其实这火药都过了一百多年，它已经受潮了。但确实在台湾山上当初是有埋这些地雷的。好，那最后讲了那么久，爱永县，爱永县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县呢？其实它长得就是这个样子，对。它呢，其实是就是在山顶的棱线上，就最高的地方，它会把附近前后十公尺的树木砍掉，然后架设通用铁丝网或是卫兵的哨站，对，然后就是在那边驻守人员，如果原住民靠近的话，他可能就会去开枪去射杀他，对，然后会有爱勇在上面巡逻，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爱勇跟爱勇县这样的名词出现。嗯，好，那最后我再来最后一个问题大放送，来考考大家。这一个瓶子啊，嗯，那为什么我要放一个台啤还是什么青岛啤酒的瓶子在上面？来，那来考考大家，这个瓶子是什么时代的？只要说是什么时代就好了哦。来哦，数到三，一二三，只有一个先举手。日据时代，日据非常好。那这就是我在山上就是去走爱永县探查的时候，它上面还有写，就是一个白泥盆，就是日治时期的瓶子。对，好，那我的故事差不多到这边到了一个尾声。那我其实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我们 TC Time Work 的组成呢、啊，其实就是一群就是觉得自己的城市其实有很多丰富的故事，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像这位 Sarah， 她是台中人，对，所以她有很多就是在台中跟家人的这些亲情故事。那像我是外地的学生，但是因为在台中念书，对，然后也就是觉得，台中是一个很丰富的地方。那我们会觉得说，很多外国人或自己来到台中的时候，都会说哪里可以玩，然后得到答案不外乎就是啊，青梅成品啊，绿人道啊，秋人谷。对，其实我去到这些地方，会觉得真的蛮棒的。但是好像除了这些地方，难道火车站就真的只是一个用来作为交通运输的地方吗？对，所以后来我加入TC Time 之后，然后参加他们的第一届导览员培训之后，然后认识越来越多的人，然后了解到啊，原来旧城有这么多故事。所以最后我来工商服务一下，就是说，我们在明天的早上10点跟下午2点都各有一场导览。对，那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TC Time 的摊位到那边去跟我们报名或了解。那在下个周末3月26、27号有我们第二届的导览员培训。对，那我们的培训是中英文的，因为其实会来台湾的游客，就是很多欧美或是日本或是说港澳的人，对，那所以我们的导览员多少也要有点就是中英的能力这样子。那如果英文不太好没关系，其实大家都是这样慢慢练起来的。所以如果大家对就是我有很丰富的故事，然后是我对台中很深的情感，然后又怕别人不知道的话，那我们真的很欢迎来加入我们的 TC Time Work。对，好，那最后就是我们很希望你们能够跟我们分享你们自己在这个城市的经验，对。然后有谁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就是你，比方是在台中求学，在台中当兵，或者是在台中念书，或者是本地人，或者是就是对于这边有很多的了解，想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的。哦耶，好，有一位，我们大家欢迎他。大家好，其实我是暗中，因为我也有加入 TC Time Work。然后我当初呢，就是因为我完全不了解台中，因为我是住在台中的云林人，然后现在住台中2年，然后就觉得说哇，在教导览，那我也来学一下好了。然后进去之后就认识他们，就觉得他们是一群很热情、很有心的人，想要把自己的城市，不管是不是原本就是台中的人，介绍给大家知道，不是专家或学者，但是用自己的语言跟自己的观点，所以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那另外呢，就是我也有用，就是被他们感动到，然后我就揣摩一下创办人的心情，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写了一个短文跟大家分享。阮住伫台中这个城市，想要更加熟悉伊，对唔知开始，家己讨厌家己，愈了解就愈介意。你敢知影台中的名对得来？你敢知影较早倒位有炮台？你敢知影古城繁华的时代？你若唔知影，请你对阮来，行来行。经过一个又一个历史，听来听听即卖甲以前的故事，看来看看你看会到的，看你看袂到的，讲来讲，讲咱这片土地，这个岛屿，
嘿，就是咱的厝。谢谢。谢谢谢谢。啊，还有人吗？那我们就坐一下。好，那我对。那我们是一二三，我们是 TC Tower， 谢谢大家。